第一步，插入加密狗，打开门态。设置新纸张70×40。设置纸张大小70×40，确定。载入图片，确定。选择定位，修改尺寸。回车，居中，对齐。修改，点击打印机设置，自动设置纸张，确定。选择倒印，打印到文件，确定。以上是蒙太的制作过程。